舒申赫罚球。能突破朱世赫的防线。他在世乒赛的时候和朱世赫打，就是差一点胜朱世赫，所以他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希望。高调弧圈球，连续高调弧圈球三板，第四板冲。格林卡呢是胜了一次，当时呢是2001年的7月啊，格林卡呢是取得了胜利。是以3-0都不是特别了解，当一局两局打过之后，他才可以完全的活动开。还追到差一分，漂亮，高的。那么运动员呢，在这样的一流的设备的环境下啊，他们也能够充分发挥水平。小一板放短球，放短球，反手轻拉，哦，发拉不转，然后有机会再发力，这样起到一个战术的作用。更加的削得更转了。这朱世赫和格林卡的胜者将和马林和王皓的胜者来争夺本次比赛的冠军。不着急发力，漂亮，侧身，发力冲，拉中路，漂亮，反手冲，正手扣。拉反手，还是拉反手，非常的盲目的在打这一板，这是很可惜啊。漂亮，再来，长的拉斜线肯定会失误。漂亮，哦，精神状态也恢复了，也兴奋了，现在还没出来。中路录播其实是8个场次的直播啊，2个场次的录播啊，这个量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个球啊，不造成过分的紧张，或者没有刺激性。他一面是反胶啊，一面是长胶，人围上来就要买这个票，对啊，这都是属于乒乓球的一种热情啊，在这里比赛，所以这也证明了过去这个徐云生同志所讲的，中国将成为世界乒乓球的中心。
次的人都到德国打球。是的。后来呢，很多人呢是到日本去打球。漂亮，最后被这个朱之赫连反四局。漂亮，反了，漂亮，9-10。反手拉起来，转上一网，哎呦，来10-10。10-11。漂亮。哎呦，漂亮。太大了。2-11到了赛点。有了，哎呀，方法都一样，漂亮，还有第三板轻拉了一板，再冲，哎呦，哎呦，好的，朱之赫现在领先了一分，哎呦，啊，现在13-13，高调弧圈反拉，3-14。为大家现场直播2004年世界杯乒乓球比赛。现在格林卡和朱之赫的比赛呢，已经打到了第6局。漂亮！漂亮，发力了，高调，漂亮，肯定，确实这球打得非常非常漂亮，拉起来，高了，冲中路，连续冲反手，就我放慢节奏，我不吊你，我慢搓你，这两种办法不容易失误，一旦像格林卡他这个就属于，又想搓又想吊，就是找不准该用什么办法，所以呢，现在8-0。拖一把高的，假拉，哎呀，朱之赫反拉，现在朱之赫发球，